东阳童年骆驼队，骆驼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。他们排列成一长串，沉默地站着，等候人们的安排。天气又干又冷，那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，秃皮上冒着热气，是一股白色的烟，融入了干冷的大气中。爸爸在和他讲价钱，双方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。我在想，麻袋里面是南山高墨呢，还是乌金墨玉？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站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，但是那骆驼的说，他们从门头过来，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。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。